事。你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我就逗你玩儿，逗你玩儿。等一下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逗你玩儿。别，稳住，稳住，稳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逗你玩儿。这回确定了啊，你俩重名。走吧，逗你玩。我跟狗说话呢，你没见逗你玩？跟你说话呢。你先别走，你真叫逗你玩是不是啊？你别在这旺旺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旺旺，你信不信我咬你？逗你玩，你把逗你玩也慌了。哎，那逗你玩太抢风头了。你看那个狗就叫逗你玩，多好玩啊，是不是？就是。哎呦，没想到他跟大潘是一个名儿，你知道？喜欢狗吗？大潘，我喜欢，真的喜欢，真的。你喜欢是那种小型犬，还是那种大的那种？当然是小型犬，大的谁敢养？我以为他多爷们儿大。家在家里都养了什么宠物？现在养的是猫跟狗的一起养的。我之前那时候养最多是猫啊、狗啊、乌龟啊都养。哎，猫狗一起养，他俩不打架吗？打呀！现在我家狗身上还有一块疤，让那个猫从小是挠的。现在还不长毛呢。哎，你家猫狗在那打架，你就搬个小板凳在那坐着看吗？特别有意思。而且有时候狗不在的时候，我家猫就找鱼去，找鱼玩去。尤其是这个当地的宠物，我们叫。